我哋先拍一拍先，哎呀，OK，好啦，咁咧就，好舒服。咦，我見到好似佢哋會出Mon Hunt，係咪？係啊，Mon Hunt嘅雕像。好，咪影下先啦，唉，循例都要入個影啊，之後就卡圖啦。係咯，而家仲睇下咁多氣勢先。咁啊，雕像啊，內地就係多啲人玩嘅。因為空間個需求好緊要啊，同埋佢哋成日覺得雕像佢哋轉賣嘅能力仲高啊。哦，即係因為個折扣率低啊，因為其實你打理得好咧，你唔跌爛，基本上除咗層，成隻連埋個圓盒咧，其實就差唔多係新一樣嘅。但係佢要連個圓盒，佢真係要好多地方喎。係咯，頭先你講佢哋係真係有地方嘅咩？阿新你話個牆好大，係個牆真係好大，差唔多我諗。平時會展獨萬至三個，獨萬至開咁樣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即係會展嘅開運咁大，每一個都咁有三個。咁再加上就係真係參展嘅商嘅參展商嘅數量係好大。即係佢就比起一啲可能大家行香港展，佢會多啲散户，即係多啲，因為佢可能個入場門檻平啲。咁你會見到啲細台好精彩咯。係啊，嗰啲先精彩啊。係啊，即係多啲一啲本地嘅 artist。 即係可能大家好少接觸鋪，即係通常都接觸鋪頭多啲嘅。不過你去到嗰邊，你會發覺好多即係卧虎藏龍嘅人出現，就今日完㗎啦，今日。係啊，佢係兩日展嘅啫，因為一般咧以往日本 one fair 就一日嘅啫，已經有兩日已經比較唔同㗎。好啦，呢度太窄啦，我哋。係啦。哇！呢啲超1:1現頭喎。哦，呢個1:1嚟㗎。都似咯。哇！好靚啊，啲 finishing， 仲上面仲有青筋添。 咁大隻要交呢個貨㗎，如果唔係俾人鬧㗎。開天有價，哇！$3,300，$3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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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，